是黄宇恒，我来自威武民国龙狮团的，今年我15岁，然后今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国际观光文化的巡游。威武！我们这次的人数总共是1200个人，然后我们走总共6 km， 总共也停了3间庙，然后我们这次也是有很多那些狮团，总共是4队，也是有20个狮头，一条龙来一起参加这个巡游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孙鲁华，来自马来西亚观光文化推广中心会长，也是马来西亚国际观光文化节的策划人。观光文化我们推广的最主要是观光文化的忠义仁勇精神，也是观光的主性，读好书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这次马来西亚国际观光文化节，我们从19号到27号，我们在柔佛州、马六甲、色美兰、雪兰莪和吉隆坡市，我们总共有15个供应站。我们来自海外的国家有8个国家，还有中国有4、5个省，还有台湾和香港，都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。公共文化超越种族，超越宗教，它的正气、正能量和诚信赢天下。我名字叫林敬明，我今年15岁，我很喜欢参与巡游的活动，因为那可以提升我的手臂的力，可以帮助我提升我的舞狮的技巧，但是舞完狮过后，我的手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手会起水泡，这个大概要1个月才能恢复。在舞狮巡游时，我觉得我们的狮尾是最辛苦的，因为是他要就是弯腰走路。我们如果第一次舞狮的人，他就有一个问题他的腰一弯下，我们弯腰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弯腰时候，你一抬起脚的时候，这条筋会被拉扯到。如果是没有就经常做这个运动还是做热身的话，你这个后面这条筋会被拉扯到，很够力，很像撕裂这样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要恢复应该要1-2个星期。30%，我觉得它空间很大，来一起来发展和推动，也希望借助大家来自世界各国以外，马来西亚，大家集体来做，来领导，来把这事情做更加圆满。